哇，实在是太棒了！有歌唱，有舞蹈，有手语，也有魔术。好，各位在座的同学，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？纸。纸。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哦，你觉得纸是古时候谁发明的？蔡伦答对了。哇，我发觉你们学问很好哦。所以中国呢，有很多的古人，他都会发明一些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他不断呢可以造就我们世界上物质。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有现在世界那么文明，也是古时候的一个起源者。但是生命总有梦，生命总有过程，在人生身心障碍者之中，也是有人他会发明东西哦，他不断呢发明他自我，创造出另外一个生命的密码。我们今天就来欣赏这一部蜘蛛人生发明者的故事，我们来掌声鼓励一下，欣赏这段影片。